各位婚礼乡亲，大家好，我是丁桂珠，欢迎收看今日四月二十号礼拜二的婚礼新闻。为了推广婚嫁南滨海观光的景点，甲建置更便利的交通服务，交通部观光局婚嫁南管理处是推出养家糊口幸福公车路线，串联嘉义、东石、甲云林口湖等等第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周边地区，用体验甲深度旅游来推动观光发展，借此带动婚嫁滨海在地产业甲经济。一套在伫高铁嘉义站的公车区，就排了长长的队伍，一群人看起来是满心期待。原来因拢是准备来坐会当游览嘉义云林滨海地区的养家糊口幸福公车。哦，我遮足早就来等他啦，我今坐袂起，超早就来等，因为伊讲这样一百名以内，佫有发啥物纪念品啊啥，我赶紧来等啊。轻松哦，要来佚佗，那么心情轻松，对不？嘿，今天好像有那个嘛，东石嘛，哈、哦，嘿，好像有好多景点还没有去啦，都没有去的，所以我们就很急着要去看看，很高兴啊！长这么大头一次坐首航的交通工具呀、啊，也要吃来见识啊，吃来尝试这种心情啊。为了推广婚嫁南滨海观光团的景点魅力，和建立便利的交通服务，交通部观光局婚嫁南管理处是推出养家糊口幸福公车的路线，就此串联嘉义、东石和云林口湖等等第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周边地区。所以说，他在七月底以前都是免费，哦，不要钱的免费，由大家这些包括高铁下来的人，要是要嘉义一日游，都可以做到，哦，非常好的一个我们一个，好像是我们一个交通，我们一个导一个游玩的一个场所，是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活动。养家糊口幸福公车为高铁嘉义站出发，沿途会经过国光南院、东石渔人码头、康澳游客中心等等十一个婚礼嘉义知名景点，就出搭着婚嫁南一日旅游团。第一场的九点十分呐、啊，第一班车是从我们的那个高铁这边出发啊，因为有公布一些说是幸福巴士可以带到十一个点可以去游玩，那我们就想借这个机会，我们出来看看。到底是到哪里？哦，听说第一站是故宫南院，然后还有去市府，去一个休闲农场啦、啊，还有钓虾场什么的。那我们就是说，先我们出来走走看看。养家糊口幸福公车为今麦开始到七月三十一号，民众拢会当免费来体验。另外，坐车的纪念卡，阁有各景点店家优待。相关的好康旅游资讯，欢迎上网络来查询。记者林佩莹采访报道。